Welcome to part two. OK， 现在我们要去买颜色，给我那个 Gorilla Head。我们在 online 试试找到一个哦，那个 stationery shop 啊，但是是在家的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看一下。这间就是那间37号，让我们再去看一下。所以这我现在来到了一个很隐藏版的那个 stationery shop。这个是一个松濑让的家，里面还是一个 stationery shop。 Oh my god， 真是很漂亮。我们还有楼上还有 class 的，它外面啊是一个非常，它外面是非常一个怎样讲呢，非常它没有招牌的，所以看不出它是一个 stationery shop。漂亮 ，OK， 我买完颜色了，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隐藏 stationery shop。它，你看它的外面，你完全看不出它是一个 stationery shop。反正我们还是找到了，我们买了我们的 spray， 现在找地方去 spray 了哈，然后就去找地方 spray 了它过后，我们就看一下后来的颜色，我们还要再。怎样 improve 它，让它更漂亮？好，有。有了。Here we go。分好了，靓仔，噔噔 ，so， I think， 看干了过后我们还有什么搞作呢？如果没什么搞作的话，应该会 end 了。你要穿这个裤子啊？颜色涂光了，然后就是不懂，再看一下，等下干了过后看会不会好看一点。如果不好看的话，我们就喷回全部黑色。拜。